我朋友骂了，你去干嘛？过来，这是谁的钱钱啊？你要买什么？我有两个钱了。两个钱给我好不好？好。好，给一个给公公。一个给公公。好，谢谢。啊，你把它藏起来了，给我嘛。好，谢谢晨晨，我有一块钱呢、啊，好棒哦！晨晨都会给我钱呢。嗯，我们去买东西，我买番茄，来，番茄，老板，我要买番茄，啊，钱给你，啊，好，钱给你，啊，给你钱，好，老板，谢谢，我也要买一个番茄，钱给你。你拿个番茄给他。好棒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好，这钱就给你用了，谢谢老板啊。晨晨，你有口袋啊，可以放口袋。要不要放口袋？放口袋，请这是小老板。晨晨，放你裤子口袋啊，你有口袋耶。你们敢穿反了没有？没有啊，裤子口袋在后面。真的、哦？那我穿反了吗？我脖子。买了就要吃。